追本溯源，吃驴火还得上保定来。哇、哦，这是我第一次吃那个碗口。什么是碗口啊？什么是恩西玛？有恩西玛吗？哦，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丰台站，巨馋驴火这两天，所以决定去一趟保定。但是我今天下午还要上班，所以咱们主打一个到那就吃，吃完就走。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1:09。哦，现在12:33啊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军校街来吃老姑娘，哈哈，是直接跟那儿点就行是吗？对，是的。一个有驴肝的是吧？一个驴肝的。您这还有别的吗？碗口啊？对。那我要一碗口的。什么是碗口啊？什么是恩西玛？有恩西玛吗？有。什么是恩西玛？就是我们保定的白粥，玉米粥。哦，玉米粥啊。对，是的。时间应该还够。这是新出锅的火烧。新出锅的。哦呦。哦，这就是碗口。哦，这火烧听着声都倍儿脆。种类真多哎，比我上次吃那个种类要多。这是碗口的，还有四个其他的，基本上都是朋友们推荐的东西啊。哎呀妈呀，还有恩西玛，想死我了！保定的驴啊，可真是想死我了。哇、哦，这是我第一次吃那个碗口，呵呵。嗯。哦，哇，这碗口是什么位置？巨香，巨香。要是它的口感有点肥肠加板肠那种口感，是那种有一点点发脆的。我靠！这个碗口，而且有一个优点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油大。所以这种油大的东西吃起来就特别的香。嗯，碗口的脆感加上火的脆感，嗯，双脆在一起。哦，你们猜猜我吃的这个是公驴还是母驴的？嗯，但是这碗口有点怪，你看它这块有点稍微有点深褐色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觉得这个炸辣椒特别好吃。哎，现在碗口是我的最爱了，我第二爱的是板肠。嗯，我看这些板肠，哇、哦，我这些一共是60，哎，这个老板送的，啊。然后吃到顶了，顶还有很多。这火烧就是三口一个，这是第三口没了。这保定的驴火啊，跟恩西玛还真配。啊，今天有两个新鲜食物，一个碗口，一个驴肝。嗯，一定要加油，加油巨香。不怕耽误事儿，尝尝它的豆腐酸辣汤，对于我来说是好喝的，因为它是香油口的，它香油点的比较多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喝那个香油的味儿。吃到现在，我就有个问题想问你们：你们最爱吃驴火里边的什么？比如说板条肉、肉、碗口，还有肝儿，还有什么？可以打在评论区里边看看你喜欢吃什么的最多。我现在最喜欢吃的是碗口，第二是板条。问一下，什么是碗口？我还不能在店里问什么碗口，显得自己特别不专业。待会我搜一下，知道什么叫香到没朋友吗？朋友们，这个是板肠肉，真过瘾！追本溯源，吃驴火还得上保定来。你瞧，啊。但闷的就是肉冻，然后里边有一点驴肉的小渣渣。
这个驴油已经从嘴角下来了。哇啊！看，这是最后一个驴肉的，这吃的满头大汗，真的巨爽。你说这个驴肉火烧是谁发明出来的？真是个天才，真的。有句歌词是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我是只是因为在保定多吃了你一口，再也无法忘掉你的容颜。可爱的小驴啊，哎，真可怜。现在还有那个驴肝的，我要给它留在最后吃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驴肝稍微还有点干，就不适合那种大快朵颐的吃，所以就适合在这儿细嚼慢咽慢慢吃，感觉这个肝是属于越吃越香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，来上一口恩西玛。虽然说下午还在上班，但是真的是值得的。现在已经是一点了，我得赶紧坐着慢慢把这吃完了，把这吃完之后赶紧奔火车站，然后赶紧回北京，赶紧上班去了。那咱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，朋友们。